豆豆城这么长时间，一杯豆浆都没喝过。你们说，为什么失败的总是我们？他们太狡猾了，我觉得我们还不够了解这些豆子。有道理，是应该多研究一下这些豆子。哦，有了，就让瞌睡虫打扮成豆子的模样混进城去，然后我们在里应外合一起行动，这样一定能抓到豆子。为什么是我哟？因为你看起来傻乎乎，更容易让人相信，懂吗？嗯呐，哈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老大智慧超群呐！大是当然啦，打扮成什么豆子呢？我去豆豆城侦查时听说市长出远门去了，你不如就扮市长的亲戚吧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现在给瞌睡虫打扮一下。很好，哎，不错不错，过奖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一个豆子了，要忘记自己是个虫子。我是豆子，不是虫子。记住你的新名字，你叫昏豆。进城以后，要设法获得豆子们的信任。记得我们的街头暗号，喵喵。老大，我都记住了。很好，你先行动吧，我们随后就到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红肉肉接球，你们好，小朋友。你好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？我叫昏豆，刚从海外归来。云豆市长是我的叔叔。原来是市长的亲戚。你好，欢迎来到豆豆城。市长已经出去度假了，恐怕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好的。介绍一下，我叫黄溜溜，这是红嘟嘟和绿悠悠。我叫黑呼呼。现在你就是我们的新朋友了。我们请新朋友去吃冰淇淋吧。嗯，有冰淇淋吃太好了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市长的亲戚昏豆先生，他刚从海外归来，是个海龟。你好，昏豆，欢迎来到豆豆城。你们好。蓝豆老师，我们为昏豆开个欢迎会吧。好啊，我们一起为昏豆先生开一个欢迎会。远道而来的昏豆先生，大家好！我宣布欢迎会开始。昏豆先生，尝尝我做的糖果。还有我做的炒蘑菇。
别忘了我的蛋糕。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呢。你看，瞌睡虫和豆子玩得多开心呐、啊！是啊，您的卧底计划就要成功了。看来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了。老大，你想怎么办？当然是把瞌睡虫叫过来，让他把这些药放进豆子们的饮料里。到时候，喵喵！你看，红嘟嘟跳得多好啊！他是我们学校跳舞跳得最好的。咦，怎么没反应啊？气死我了，肯定是这个笨蛋把接头暗号给忘了。看来只好扔这个了。风溜溜，我觉得能在豆豆城生活真是太幸福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过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们城外住着三只虫子，他们经常来搞破坏。竟然有这样的坏蛋。是啊，所以我们才成立豆豆团对付他们。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打虫子吧。行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帮你们打虫子。嘿，哎呦，啊，谁呀？虫子来了。瞌睡虫怎么了？啊，真的是虫子！冲啊！冲啊！打虫子！呀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！哼！昏豆先生，您刚刚真的是太勇敢了。是啊，刚才就是他发现虫子的。我提议我们大家为英勇的昏豆先生鼓掌。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回广场继续开欢迎会吧。奇怪，今天三只虫子怎么只来了两只？哦，三只虫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一个豆子，要忘记自己是一个虫子。我是豆子，不是虫子。糟了，我忘了自己是卧底。老大，对不起，都怪我玩得太开心，忘了任务。你这个笨蛋，连自己是虫子都忘了。是你让我忘记自己是虫子的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手下？哎呦，好漂亮的话筒，哎，真好玩。跟屁虫别玩了。是老大。瞌睡虫，这次不能再出差错了，趁虫子们还信任你，快回广场把药放到他们的饮料里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还不快去。是老大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你是虫子的卧底。你竟然骗我们。我不是虫子，我是昏豆。你还狡辩，你们的话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。